大家好，我是 Vanessa， 我现在在 Kiama Harbour Cabins。然后 Kiama 这个地方呢，本身是一个离悉尼跟 Canberra 都比较近的，处于中间的这么一个位置，然后离悉尼或者是坎培拉都不远。然后我们现在住的这个 Kiama Harbour Cabins 呢，它是一个这里设备非常齐全的一个酒店，是离本地的那个喷水洞那个 Blowhole 和 Little Ball 或者是最近的一个酒店。然后我觉得除了说它设备齐全啊，它自己有那些 barbecue， 然后烘干机、洗衣机之外呢，它就是还有延迟物，延迟退房，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卖点。周末的话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它就可以比较晚的去退房。还有的话就是小孩玩的地方啊，包括这里一个叫 rock pool 的地方也会有，所以带全家一起来这里玩，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。